阿哥出嚟食水啩？哇！讲咗几多次啊？唔好失惊无神冲入嚟啊嘛！有乜问题啊？乜你做啲嘢好唔见得光咩？ 阿哥，你又做咗啲乜嘢你？我头先先喺学校玩吉啲衫啊！唉，呢个都唔系重点啊，重点系我换紧衫啊嘛，你点可以冲入嚟噶？我衫都你出啊，有咩未睇过啊？咁我有私隐噶嘛？你而家已经有自己一间房噶啦，仲唔够私隐啊？唔系个个细路都咁幸福啊，好似你咁有自己间房噶？唉，我顶唔顺啊，唔得！ 我依家所用嘅权利，唔得，屋企规矩一早定好咗，所有房门都唔准锁。屋企规矩咪得你讲，根本都唔合理啊！不知几合理啊！嗱，你谂下，如果屋企突然间火烛，咁你又喺房唔知道，咪好危险咯。同埋我都唔想有人锁住自己喺房间，然后做埋晒啲奇奇怪怪嘅嘢咯。 嗱，又唔敲门入我间房，根本就唔尊重我嘅私隐。我更应该有权锁门咯。我再讲多一次，一家人咧系冇嘢唔见得光嘅，除非你系做紧亏心事嘅啫。嗰阵我准备教学校嘅表演，睇紧韩国跳舞教学咋。跳啲咩系冇要除晒衫嘅咧？嗬。咁成30几度咁热，除衫都好正常啫。咁我打个电话问下老师，睇下系咪真系要除衫跳舞咯。成件事根本系乱咁谂。 我只系将我见到嘅嘢讲翻出嚟啫。喂，爸爸，你帮下口得唔得啊？咁阿哥就系18岁啦，有得佢咯。你可唔可以做翻个榜样俾个仔睇啊？咁阿哥大个，想要啲私人空间，因为有咩问题呢？本身我都费事话你啊，你唔讲私人空间又自可啊，一讲我就火都嚟啊！你同阿哥倒翻转噶，成间屋都系你私人空间啊！ 老豆，我带同学上嚟做报告啊！欢迎，当自己屋企得噶啦。叔叔你好啊！喂，好耐之前嘅事啦，又系你话嘅屋企冇嘢唔见得光嘅。今晚每一早话咗带同学上嚟噶嘛，人哋唔知啊，以为我哋屋企不嬲都咁失礼啊！我喺自己屋企剪脚甲又有几失礼呢？ 咪系咯，我喺听又唔得，阿哥匿埋喺房又唔得，一时一样双重标准。咪啦，妈咪，双重标准。喂，好咯，我叫你帮下口啊，一讲到仲衰噶。你叫我帮口，仲喺度讲你私密，我等翻个队友啦，好唔好啊？你诚实少少，我咪唔使咁啦。喂，大家唔好嘈啊！阿妹就最公正嘅，我哋问阿妹。 我有啲攰啊，我想瞓一陣先。唉，好啦，我哋試行新規矩。總之屋企照舊唔准鎖門，邊個要入其他人嘅房，一定要敲門，得到房入邊嘅人同意先可以入去。 OK。 食饭啦，阿妹出嚟食饭啦。佢咪仲瞓紧觉？你哋食住先，我入去睇下佢。阿妹，嗱，你唔应，妈咪入嚟噶啦。 阿妹啊，做咩事喊啊？冇嘢，你出去先啦。系咪有人虾你啊？唔使惊，讲俾妈咪听。冇啊，你出去先啦。
咩事啊佢？唔知啊，咩都唔肯講。啊，今日咧，阿妹咪坐學界籃球嘅，咁佢唔小心撞咗隊友度，搞到隊友入咗醫院啊！啱咁大件事啊，做咩唔同我哋講噶？怪唔住成個晏晝匿埋自己房啦，同你入去睇佢咩事？等先，你而家同佢講咩咧都冇用噶，不如俾啲時間佢，等佢冷靜下。再同佢傾啊！比賽去到第三局嘅時候咧，裴正只要贏埋呢一局就可以成功衛冕。咁相反，美媒就要為面子而戰，希望能夠喺對手身上贏翻一局。咁啊，結果一開始咧，佢哋就放手一搏，黃海賢表現咧較之前嗰兩局要好噶。甚至連攞到幾分咧，令到整隊嘅士氣大大提升。阿妹醒咗啦，肚唔肚饿啊？妈咪热翻啲餸俾你食啊！之前你學習自立同成長階段，慢慢開始有私人嘅需求，即使係同家人相處亦都唔例外。當自己需要私人空間嘅時候，可能佢哋只係需要一個專注做事或者獨自處理情緒嘅空間，家長無需過分憂慮。家長可以好好同子女溝通，訂立雙方同意嘅規則。父母如果可以適時俾子女學習自我成長，展示對子女嘅信任，有助鞏固親子關係。